每年日本 Mr. Donut 推出宝可梦联名甜甜圈，总是引起粉丝们热烈讨论。迪卡丘可爱的模样更是让甜甜圈粉丝们敲碗好想要 Tilda。大家久等啦，今年 Mr. Donut 首次与宝可梦联名，推出可爱又迷人的皮卡丘与精灵球甜甜圈。加入 Foodie 吃货频道，反手食指向右指，点一下变中文版，反手食指向右指。这次不用飞日本，即时间 Mr. Donut 门市于200间 7-Eleven 店中店就买得到。自6月2日起期间限定贩售，甜甜圈纸盒与提袋也都换上皮卡丘设计。快把握机会到 Mr. Donut 成为宝可梦训练师吧。了进驻宝可梦的新卡牌游戏即将发售。本次共推出三款合作甜甜圈，松松软软的皮卡丘甜甜圈，售价75元，有着皮卡丘的萌萌大脸，柠檬巧克力口味，内馅为蜂蜜鲜奶油，五官间是美味好吃的巧克力。皮卡丘露尾巴，售价55元，犹如柠檬泡芙般的口感，搭配蜂蜜卡士达内馅，再放上皮卡丘招牌闪电尾巴插卡，快使出10万伏特。精灵球波提，售价55元，则是充满惊喜感的富士苹果和优格巧克力搭配。QQ 口感，一次可以吃到两种滋味。大小朋友们最喜爱的迷你甜甜圈欢乐 5Q, 售价60元和两盒优惠价100元，也推出宝可梦限定包装。萌萌皮卡丘与精灵球设计，让人好想收服。此外还有四款柠檬季限定甜甜圈，特选在地农产品东九如香优质柠檬，不但好吃且香气浓郁。正着时的九如柠檬融入 Mr. Donut 独家巧克力蘸酱与甜甜圈结合，为炎热夏季带来一丝清爽酸甜。本次推出的柠檬甜甜圈商品皆为正面全沾，沾果满满九如柠檬巧克力蘸酱，柠檬香气更浓郁，酸逼清爽的口感非常适合在夏天享用。同步也特别开发柠檬尬蜂蜜的甜甜圈的组合，温醇微甜的蜂蜜与柠檬更是经典百搭，为柠檬甜甜圈多添加一份蜜香与甘甜，非常推荐给喜欢酸甜口味的人。严选最受消费者欢迎的爱文芒果，每年夏季热卖的爱文芒果冰沙与爱文芒果小清新也强势回归啦。针对喜欢原茶的消费者，也全新推出台湾无糖清茶，使用 100% 南投当地特选四季春，回甘不苦涩，茶味香气宜人，相当适合与甜甜圈一同品尝。上市期间也特别使用宝可梦杯材包装，数量有限，售完为止，即日起至9月24日购买指定凉夏冰饮，再享第二杯五折优惠，给您酸甜消暑的夏季，新品买三送一。活动期间2020年6月2日2020年6月7日日。活动方式，活动期间任选四个甜甜圈或点心，需含两款指定新品，其中一个由 Mr. Donut 招待。注意事项：一、指定新品为皮卡丘甜甜圈、皮卡丘弄尾巴、精灵球波提、柠檬波提、蜂蜜柠檬波提、小蜜蜂波提、柠檬欧菲香；二、价低优先赠送，不得与其他优惠并用；三、7-Eleven 店中店外送外卖及预订服务不适用本优惠。凉夏冰饮第二杯五折。活动期间2020年6月2日2020年9月24日。四、活动内容，活动期间购买爱文芒果冰沙、爱文芒果小清新、台湾无糖清茶，第二杯享五折优惠。注意事项：一、价低优先折扣，不得与其他优惠并用，外送外卖及预订服务不适用本活动。二、现做饮品贩售门市依 Mr. Donut 官方网站公告为准。另外在2020年6月2日2020年9月24日4
在林口三井门市还有期间限定 Pokemon 主题店。宝可梦迷快在现在出发跟超萌皮卡丘拍照合影吧。